张院长、林委员、张委员、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、各位小姐、各位先生，大家午安。现在进行国文局的简报。一直贯穿雪山山脉到头城，这里面我们一共有注射南港系统、石碇、平林跟头城四个交流道，并行换中心专用道。那目前的平林地区的百姓呢，正在申请希望能改成一般性的一个交流道。那整个的从南港到头城这样的一个部分啊，一共五个隧道路段，五个隧道路段里面包含有11座隧道。这个隧道的总长量是3.1公里，非常艰巨的一个工程。这8座总长度有11.9公里，那这里面还铺设一个收费站，配置在头道很多隧道，所以我们这边有相当严谨的一个隧道基建跟交通。隧道的地质调查用的，导坑隧道的直径有4.8公尺，主坑隧道的直径有12公尺。那这边看到横向的这个细细的管子啊。这是每350公尺有一个人行的联络横坑，人可以这样走动，比较粗联络横坑。另外这边因为12.9公里很长啊，所以配备了3组的通过一排气井，一共3队，这一队有500公尺深，这一队250公尺，这一队450公尺，剩下一次通车到头城。这个我们现在的计划目标是92年6月。那因为工程师非常的艰巨，所以是以这个目标里面，在这个位置，这个距离山顶大概有500公尺。现在整个隧道大约有700多个工人，3班24小时在地底下500公尺的地方在那边施作。所以我们施作工程的重点，第一个是安全，第二稳健的，因为持续加我们这个地方，如果要算南港的交流道这边开始，我们的公路的运输能量、我们的官方油气等资源来自于评测，我们就可以来开发的南洋平原。接着我们的北极的南港头城段，从头城这边开始，24公里除了头的这个用500公尺，外的23公里全部用高架桥来兴建。这个高架桥是以单柱车道。那这个24公里里面呢，我们共配置地震的地方，它的地震系数特别高，所以江南这边的强度特别大。还有南洋平原的那个，它有地下沙，都很容易有异化，所以在整个处理上面，在这一部分都用采用比较特殊的处理方式。这里上部结构全部用铝合镁的一个公路。目前的执行报告，本计划的用地面积大概要165公顷，牵涉到的地主有1000多位完毕。工程部去年就完毕了，从3年半到昨天，我们依照土地法最新的土地法规定，在7个乡镇召开这个征收前的架构协商会议。那协商的结果，我们现在决定还是采用征收的方式，我们预定在6月以后。可以吗？好，可以了。
所以我今天第一站来到宜兰，我在这里要郑重宣布，在8100亿公共投资里边，我们从头城到苏澳总共119亿，今年的7月要开工。从头城到苏澳当中，我们将分7个标，这7个标总金额在90年度，今年度要投入119亿，能够创造2000个就业的机会。我们希望借着这一个公共投资，能够创造就业的机会，也能够创造低迷的景气能够提振上来。这个从头城到苏澳，我希望在93年的3月能够完工。93年的3月能够完工。